诸位请翻开印光大师精华录，那、啊、课本发了吧、哦、来动作快一点啊。好，翻开第二页、啊、第二页，昨天讲到第二页，那么中间切闻净土者，这印光大师说啊，我私下这么认为啊。那么净土呢，是什么是净土法门呢？乃是究竟忏佛的本怀之法也，高超一切禅教律，统摄一切禅教律。另言之，净土法门呢，只要一言，比如说用一个净字，一句，例如信愿行，一个句颂啊，像赞佛句啊，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一书，例如净土十要，不论是一言一句一句一书，都可以包括无疑。广说之呢，虽三藏十二部之显言，五宗诸祖师之妙义，这五宗后面会讲到，以全不尽啊，全就是前世了。众饶尽大地众生同成正觉啊，出广昌时，以神通力智慧力陈说岔说，陈说那么就是陈典劫啊，啊，那么岔说呢，就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了。自然说就是旺盛呢、啊，啊，凸显出来，火很旺，叫做自然说。无间说就是没有间隔的一直说，又岂能赞叹净土法门能够尽呢？本来良矣，本来这个净土啊法门呢、啊，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诸位看看呢、啊，《华严大经》啊，妄语三藏啊，就是经王呢、啊。华严经就是经中之王了，不读华严不知佛门的富贵啊，就是华严呐、啊，是富贵的华严呐、啊，成佛的法华，开慧的楞严呐、啊，妄语三藏，末后一着啊，或者是末后一住，归众仪运王，是注重啊发愿法华的奥典。是成佛的法华了，就妙观群经。第三页，闻即往生，为其等觉，等觉就差佛一点点了。这是大圣的五十二阶位中第五十一位，名为等觉，也就是十地啊未满将证佛果之中间的阶位。因为他的智慧功德跟妙觉呢，哎，类似相似。所以称为等觉，等同妙觉的意思啦，又名一生补处或者是金刚心菩萨。这个千经万论呢，处处指归净土，有由来也，它是有根据的。文殊啊发愿呢，普贤也劝进了大家要修净土法门，如来受记于大集，就是大集间啊，啊，为末法当中啊，非此莫度啊，没有净土法门，没有一个人能出生死。龙树啊检视于菩萨论，昨天讲的啊，这个是部派佛教教理之集大成啊，菩萨论又称为阿毗达摩大毗菩萨论。这个龙树菩萨检视，也就是开示在菩萨论里面，在菩萨论里面讲什么呢？说这个净土法门是一行道，速出生死。以前的圣啊，这往圣前贤呢、啊，以前的圣贤呢、啊，人人趋向的，岂徒然哉？啊，曾说一代十教皆念佛法门之注脚也。释迦牟尼佛啊，讲了49年，最后都是道归净土。
不但此也，几番六根所得的一切境界，所谓的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见闻觉知、声香味等，这刚好我们楞严经啊全部讲过，所以听起来啊得心应手。何一非阐扬净土之文字耶？啊，哪一个不是在阐扬净土的文字呢？底下都是讲生灭的，也是在提醒啊每一个人求往生。寒一下子就天气冷，暑一下子天气热，冷热是代谢之名词啊，春夏秋冬啊。老跟病也是生灭代谢之名词啊，老病相催啊。那讲堂啊，最近呢，过农历年，哇，101又很忙，又往生了两个相关的人士。农历年前呢，讲堂已经忙了，很忙了，因为死了好多人。农历年后啊，打到电话到101，哇，正在联络助念团啊，结果重要的助念团干部通通在木屋这边啊，就死的不是时候啊，实在是在紧衰咯啊。卖西的这个时阵呢，这主将拢来木屋的大佛山啊，竟然这个时间来死，挺可惜咯啊。还死了唔着时间咯，老病相催啊，那紧紧的老了，我们很快就老了，就生病了。诸位啊，健康是一切的根本。你今天你一定要有很正确的观念。我说今天吃饭，即心要观想，我是为了法，把身体搞营养健康，也是为了法而生存。那这种观念就正确了。我们不贪食，不挑食，但是一定要健康。这老病啊相催啊，很快就轮到我们了啊。底下这个时间呢、啊、更清楚，一下水灾，一下就旱灾，一下就战争，一下子又是瘟疫。这碰到像台湾啊，碰到那个 SARS 期间呢、啊、哎呀，闻 SARS 全台湾色变，观光业完全掉下来，没有收入，撑不下去了。为什么？这个瘟疫是很可怕的。那现在的人呢、啊，资讯发达啊，所以啊，立刻就隔离，那么就灾情就没有扩大了。你就知道那种恐怖，到机场每一个进来，通通要量体温。哦，那个 SARS 期间呢、啊，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了啊。包括我们文殊讲堂啊 ，SARS 期间呢，全部停课。为什么全部停课？来的话，一个个个发烧啊，对不对？哎，两声你就出来等啦，那袂惊，你也不晓得他到底是不是 SARS 的代言者啊？是不是咳了两声，其实只是感冒而已，大家都吓坏了，所以一律全部停课啊。所以这个瘟疫是很可怕的，魔女邪见呐、啊。就算了这些魔女邪见，哪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末法时期啊，魔女邪见的多啊，何以非提醒当人啊诉求啊往生之警策也？广说岂可尽乎？那如果要广说，那是无尽的，是一言统摄之，所谓净也，净极清净达到了极点啊，这光通自性的光明就通达，非之妙解，此一言其意承担呢？要到成佛了，与六级佛诵言之可知啊。这个六级佛简单解释一下啊，这个六级佛啊，第一个叫做理级佛，道理的理级佛，也就是做理佛，也是指一切众生呢，盖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佛性之理，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皆就是佛，所以称理即佛。第二个叫做明智即佛，又叫做明智佛啊。明智一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咯，这是指说啊，从善知识处闻到说，
哦，理性就是佛，我们每一个人呢、啊，理上来讲他就是佛，有这个名字，那么此等人这个名字中通达了解一切诸法都是佛法，所以称为名字即佛，因为万法都是空性，所以万法都是佛法。第三叫做观行即佛啊，这是指了知一切法都是佛法，进了依教修行而得到啊明心见性，理跟慧都相应啊。那么观恨久了，这个人呢就是所行啊如所言，所言如所行，言性一致，来证的这个啊阶位，所以称为观恨即佛，意思就是进入修行状态咯。进入修行状态，这个有分为五品位，也就是随喜品、读诵品、说法品、坚行六度品、正行六度品。第四个叫做相似即佛，哎，有一点佛的气息了。啊，在前面的观恨即佛来里面来讲，越观就越明，越止就越急，要得到六根清净了，断除了见识之惑了，制服了无明之人。这个人呢、啊，虽然没有办法能够像佛一样啊真正其理啊，但是理啊也就相似了，有一点佛的气息，哎，又如真正了，就好像真的证悟了，所以称为相似即佛。那么这个就是在实性位。第五呢叫做分证即佛，也又做分真即佛，真假的真。这个分证即佛呢就是证明的证啊，分证分几，今天考几分的分，证明的证，分证即佛，又做分真即佛，这是指分断了无明而证中道之位。无明之惑有四十一品啊，这个楞严经都讲得很清楚，由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结位，渐渐地破出一品无明而证得一分的中道。第六叫做究竟即佛。那天台宗啊，把这个无明啊分四十一品，也就是断除第四十二品啊的原品无明，发究竟圆满的觉智，就证入了极国妙界的佛位。这个六佛啊，虽然因为智慧的悟或者是情众生的情的迷的深浅不同而有六种，但是它的体性是不二，所以称为六极，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通通当下就是空性，就是佛。所以这个理即佛的意思就是未闻佛法的人，名字即佛就是已经听闻佛法的人，观恨即佛就是外凡位的五品弟子位，相似即佛就是内凡位，就是实性位，分真即佛就是分证即佛，就是实性位、实行位、实回向位、实地位、等觉位啊，等觉位，这个就分证即佛。那么究竟即佛呢，就是极证呢，就是妙觉位，妙觉位啊，这六即佛呢，我们呢讲过多次了，只是给他跟大家呢回忆一下啊。所以啊，看这个啊，以六即佛颂啊，言就是研究之，可知道；一句者就是信、愿、行。你对佛没信心、非信，当然不足以起愿呐、啊。都不相信有极乐世界了，你怎么会要发愿去极乐世界呢？非愿不足以导行，非持名妙行呢，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净土一切经论呢、啊，且发明持旨，都在发明这个宗旨。一句就是赞佛记啦，这举正报以示依果，言化足以报徒众，化足就是阿弥陀佛啦啊，那么就阿弥陀佛那个极乐国度啊，那么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徒众咯。虽然只有八句呢，净土三经之大纲就净举一书，就是净土十要也。翻过来，这个句句啊、字字啊，都是末法的精粮。这个精粮是比喻接引的意思啊，就像桥梁引渡的作用。精粮啊，就是指接引的意思啊。那么言言为莲中之宝剑呢、啊，每一句话都是净土中的宝剑，宝剑就是镜子了啊，就是警戒了，
痛哭流涕啊，剖心沥血，剖就像啊切开了这个心啊，沥血，沥血就是滴血了，水往下滴叫做沥了啊。趁兴发挥啊，随机指示啊，虽正逆就焚啊，被水淹没叫做逆，被火烧叫做焚。虽然呢，拯救于溺水的人，或者拯救于被火烧的人，尚且不能比喻他的痛切，比喻啊这个佛的慈悲心呢啊的痛切要救众生。舍此则正信无由生，邪见无由舔，舔就是绝灭啊，这个邪见灭不掉了。所以舍此净土法门，正信没有办法产生，邪见也没办法灭掉。底下第四行，众生一念心性呢，与佛无二，虽然在迷不解起惑造业呢，被作重罪啊。哎，这没听到佛法哪一个不造业呢？对不对？一定会的呀。在没有听到佛法，诸位，你五十岁以前你真的没放过杀盗淫妄酒吗？不可能的，没有一出生就是佛那么伟大，不可能，佛也是修行来的。所以啊，我们要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起步永不嫌迟，不管你今天几岁，越早听到佛法越好，乃至于说我今天已经六十几了没关系，来得及。哼，啊，广化律师常讲的来得赢，来得赢，来得及的意思了哈。啊，所以说不管你几岁，以前呢、啊、种种啊，譬如昨日死，不要管它，这辈子一定要给自己机会了，要不然你死了以后，你那一条灵魂要往哪里跑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呀，被作重罪了。那么其本具的佛性呢，言无损失啊。我们每一个人佛性呢，譬如摩尼宝珠呢，堕于清澈，清澈就是厕所了，哎，意思就比喻就是说，我们呢、啊、佛性啊，堕落到无明里面，这个清澈就比喻无明了。就像摩尼宝珠呢，啊，堕入这个清澈，就像我们的佛性呢，堕入无明的坑洞当中啊，只以粪秽啊，了无有益。愚痴的人不知道这个摩尼宝珠是宝，就把它当作是跟粪便一样的，一目视之。有智慧的人知道，哎，这个是无价的妙宝，哎，不以污秽为嫌，赶快从厕所当中取出来。我们现在就是从无明当中提炼出真如本性，用种种的方法洗涤令洁。我们现在也是洗清我们这颗摩尼宝珠，然后啊，闲着高床开悟见性了，哇，每一个人都会放大光明了。高床，这个床就是圆形的旗帜啊，这个在佛教常常可以看到圆圆的啊，我们到处都有挂嘛，这个叫做床啊，记得放大光明。当然明心见性，当然放佛的智慧光明了。虽然所求铺欲众宝，一人一次的人，于是才知道，哇，我们每一个人身中都有一颗摩尼宝珠的宝贵之珠啊！大觉世尊，世诸众生亦复如是。就算一切众生的昏迷道惑了，被作五逆十恶重罪了，永堕三途恶道之人，佛也没有一念舍弃之心。必是是就是守候他的这个机缘啊，明显加倍啊，有时候啊暗暗的加倍啊，有时候是显著的加倍。于之说法，必就是实，然后能够了就是了悟，了一切如幻，一切都是虚妄，叫做幻妄之惑业。而众生不知道诸法是缘起法，空无自性，他把以幻为真呢，所以一切众生呢会过得苦不堪言，莽撞的不得了啊！拼了老命也要去追求财色名食睡。简单讲，一切众生就是拼了老命也要造业的意思。所以必了幻妄之惑业，悟真常之佛性。
必就是实，务必要使人每一个众生了悟诸法如幻，一切都是虚幻虚妄不实在的，这些惑业也是不实在空无自性的，但是它会让你轮回啊，所以悟真常之佛性，以至于圆证无上菩提而后已。于罪大恶极之人尚且如是啊，其罪恶小的人呢、啊，其戒跟善心呢、啊、都要修啊，持戒呀呀，他持戒的修持戒的心，修善心，具修禅定力深者，也无一不如是。以凡在三界之中呢，所以有直身色心呢、啊，伏诸凡惑之人呢、啊，而情种善在，而这个维系的，前面加两个字维系会更清楚。维系的情种善在，这平常呢看起来很有修行的人了、啊，一碰到会执着的事情，他就是放不下。这个简单讲啊。我们这里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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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哦、念佛念得很有节奏啊，头壳够痒呀。回去一个礼拜啊，未记得了了，碰到生气的事情一样生气，碰到执着的事情啊一样执着、啊。为什么呢？内在的习气胜过我们修行的能量，我们修行的理性的功夫能量抵不过无量意解来的冲动贪嗔痴的习气。所以没办法降服，这修行啊，它是点滴的功夫，骗不了人的，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维系的情种还在啊，福报一尽就降生下界、啊，遇到境界，逢的种种的恶缘啊，由复起祸，又造业，由这个业又感得了果，轮回六道了无已时啊。所以《法华经》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啊！若非业尽情空，断惑正真，则无出此三界之妄啊！此者唯有净土法门啊！但即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即可仗佛持力往生西方。即得往生，则入佛境界，同佛受用，凡情甚见呢、啊，二界不生。”哎，凡情凡夫之情见啊，圣人之见也都不存在，乃千闻万当万不漏一之特别法门，实之实当末法舍此无数矣。数就是方法，哎，舍掉净土法门要了生死，实在是没办法；舍此净土法门，其他要了生死，实在是没办法。念佛法门，其来善矣。啊，以无论一念心性犹如虚空，常恒不变，虽常不变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圣大中小三圣之缘，便随六道轮回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堕三途之缘，尤其缘之染就轮回，净就解脱，不同自其报果报的苦跟乐是迥异的，所以本体的了无改变了，而其相用啊，翻过来，故以天眼悬殊矣。啊，世间人呐、啊，啊，你看看呢、啊，一个说啊，农历年呢、啊，啊，要去什么紫兰宫啊，去求财，就有这么多人呐、啊，还堵车的，堵了好几公里的。啊，你就想想看，知道啊啊，连这小小的财富啊，大家都想求，那么这求生机的世界，这个可不得了，那是成圣的一念之间呐、啊，这个没有大福德大因缘碰不到的啊，所以你就晓得我们呐 啊福报大的人，身体健康，经济非常好，面相庄严。六根完满圆满具足，福报不过的人一出生没钱，残废聋哑智障，生意怎么做怎么赔钱啊，所交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好朋友的，都是酒肉朋友啊，这个就是有修福跟没有修福的人是
天壤之别的，是天壤之别的。所以在座诸位啊，你千万不要说我只有念佛，这个福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福很重要呢？你有这个福，你来支撑你，你修行你才不会有障碍。好，你说你今天你没有福报，一出生跑到非洲，非洲都是基督教天主教了，现出来鬼哭欧噜噜。我们不是说黑人不好，而是说你生长在非洲的偏远地方，你中文不懂，巴黎文不懂，藏文不懂，那你怎么听佛法呢？又生在非洲，又穷，三餐都有问题，你哪来听到佛法？所以诸位千万不要小看修福的重要。修福跟修慧是等同重要的，没有福报你没有办法持续修慧，没有办法。比如说你今天你是卖早餐店的，我要去缴这个税金，孩子要读书，好，我只开一个早餐店能够只能维持我的生计，那一定要拼啊，家无横财啊，老公死了剩下自己一个人。好，那你看看他有听到佛法，但是问题没办法来，他非得靠这一摊的早餐店来维持他的生计，没办法，这个福报就只有到这个地方。哪个时候在座诸位啊，你能够生活无忧无虑，还坐在这个地方来念佛，这可是大福德因缘。所以这里劝导大家，当我们来到常住的时候，你一定要发欢喜心，扫厕所欢喜心，这是修福的机会。你敬佛敬法敬身，哎呀，这个起欢喜心，这个是好机会好因缘。所以因此福跟慧它叫做两足尊嘛，你只有慧懂佛法没错，但是没有福啊，没有福那不行的。福呢就是要能舍。对，有一个居士来问师父，你能不能用最简短的方法告诉我三藏十二部经典修行最重要的也最简单的几个字来告诉我修行的重点在哪里？修行的重点在两个字，能舍。身能舍，心能舍，身外之物财产通通能舍，就包括三藏十二部经典了，你就懂得修行了。要不能舍什么都有私心，要能舍都是无我，就这么简单，看你做得来做不来，是不是啊？我们一般人就是啊，看到可怜的人啊，就是拿一块面包，就是啊，这个面包在饥荒的时候，对不对？大家都没饭吃的时候，是不是要能舍的人看到快死掉了，这块面包，他就会直接就给他，要能舍，我死没有关系，让你吃了。要是不能舍的人啊，他要面包要拿给他，他会先咬一半，剩下一半给你。我都改几杯水也无汤吃，我给你这个舍。你我告诉你，你做起来，你看起来很简单哦，但是真的要去做很难。你碰到关键的时候，你就会很难。真的，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火灾，两个小朋友都在房子里面，那个小朋友都没办法跑，小 baby 两三岁的啊小宝宝，火灾，一个是你儿子，一个是隔壁的儿子，请问你只一次，因为火烧得很旺，你冲进去，你只能救一个，你救谁？笑的，大家也救自己的孩子，我别人的孩子，我操作的是自由。这个就知道，这个就叫做关键了。你就知道要修行，没有那么容易的，不是用讲的，太难了。这能舍简单啊，对不对？你看我看到师父也供养一个红包啊，这个跟能舍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不是关键的时刻了，这个不是关键，我所谓能舍是那个除掉执着的那个关键的时候，叫做功夫。那你家里有好几千万，对不对？我的包一万给师父，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个跟能舍扯不上关系，你就是供养十万也不谈不上叫做能舍了。能舍是在最紧急最决定性的那个关键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破除执着的功夫，这个就是的啊。所以啊，佛法讲起来简单了、啊、但事实上很不容易的了哈。哎，底下啊，譬如虚空日照则明啊，啊，这太虚空呢，太阳光一照，哦，就很明亮喽。要云屯则暗，屯呢、啊，云呢、啊、聚集起来呀、啊，那么就暗喽。虽然虚空的本体也不会因为云跟日而有增减啊，而其显现的障蔽之相，故不可同年而语也。虽然我们的佛性都是一样，可是师父刚刚举那个例子，有福报跟没有福报的，那就是差很多，差很多。如来已是义故，普令众生缘念于佛，故也。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弃佛不远。又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奴等心想佛的时候，此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夫随佛界之缘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若随众生各界之缘，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矣。了此而不念佛者，谓之有也。念佛一法啊，乃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即此万德洪名，乃如来果地所证之无上绝道。尤其以果地劫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该就是完备，因就记住了完备的果。那、啊、这个果啊，全球就像大海一样，果彻因缘，果彻就是通达啊，这个果也是通，通达跟因的本源是一模一样的。因当中有果，而果也通达了因。这个底下的比喻比喻的很好，如染香然，身有香气。那么底下的比喻是错误的，如果裸之著明明啊。那么这个古书啊，常常写这个果裸，这个念第一个念果裸，这个果裸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细腰风啊，就是那个风啊啊，带有针的针刺的，会叮人叮死人的那种细腰风啊，体也青黑色的，能够抓起这个明灵，明灵啊，它的幼虫就是我们称为啊叫做青虫。能够抓起明灵等放在他的窝里供这个幼虫食用啊，他这个细腰蜂去抓这个、啊、会蠕动的，会蠕动的，会蠕动明灵的幼虫，它会蠕动的，哎，明幼虫会蠕动的啊，我们称为陈塘啊。明灵的幼虫啊，它颜色比较淡绿色，像树叶淡绿色的啊，它喜欢吃啊这个植物，它是有害植物的，俗名叫做青虫，就是细腰蜂，它会去抓这个青虫，放到巢穴里面，啊，把它放着，刺死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放在蜂巢里面，这蜂巢里面呢，它要孵化这个幼虫，蜂的幼虫，啊，这个幼虫一成长，慢慢成长，哎，变成它的食物，所以啊，啊，孵这个明灵。置在这个巢中，为供日后啊果裸的幼虫为食材啊，并不是说啊这个果裸啊养这个明灵为止，这个就是古时候的人昆虫啊啊不研究这个昆虫啊，没有觉察到啊，这个是古人呐、啊、的严重的错误啊。现在的人昆虫学家就看得很清楚了，
这是古人严重的错误。那印光大师也引用这个错误的典故，如郭罗之著名岭，印光大师的意思是说，这个细腰蜂去抓了一只啊青虫啊，明明就像飞蛾一样的那种啊幼虫啊，幼虫它会蠕动的幼虫，拿来巢穴，把不同种类的，古时候的人叫不同种类的拿抓进来这个细腰蜂的巢穴里面，然后每天念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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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我像我的意思，像我像我像我，念念念，哎，就跑出了啊的不同种类的青虫抓来啊，放着每天念像我像我，祝就是祝祷，哎，要像我像我像我，啊，后来就变成一只细腰蜂飞出来，这个就是古人严重的错误啊，严重的错误，这个是比喻是错误的啊。上面的比喻比喻的很好，如染香人呢，身有香气，而这一段却是古人不察，没有深入觉察，因为古人的这个昆虫的研究还是有限啊，所以这个国裸之著明岭，那么是古人严重的错误，所以在这里啊，特别提出来，错了就应该改过，所以这个比喻是完全不正确的。所以久则化之啊，久则化之。那么这个国裸之著明岭也不是印光大师讲的，是古书上写的，古书上写的。那么古书上写的啊，那么印光大师就引用它啊，所以在这里。念过现代的昆虫或者是 biology 生物的都知道，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知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啊。这即圣作佛的转凡成圣呢，其功能利用超过一代十教一切法门之上，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正真呢，凡得了生脱时，念佛法门呢，自利佛力二皆具足啊，故得以断惑业者，速证法身呢，具足惑业者，大业往生呢。其法极其平常，虽然是一，就算是一副一副呢，也能得其利益，一而复极其玄妙。纵然这达到了等阶的菩萨，不能出其范围，所以无一人不堪修，没有一个人不可以修。那阿弥陀太简单了，大家都可以啊，念念啊不忘，也没有一个人不能修。下手易，而且成功高；用力少，而且得效数，实为如来一代十教中特别法门，故不可以通途教理而论判也。末法众生呢，福薄慧浅呢，啊，障后业深呢，不修此法欲障自力断惑正真呢，以了生死，则万难万难呢。底下大觉世尊呢，悯诸众生呢，啊，悯就是忧，大觉佛陀世尊呢，啊，忧心诸众生呢，迷蔽的自心呢，轮回了六道，久经长劫，莫之能出啊。由是心无言辞，运同体悲，是生世间称等正觉，随顺机业广说诸法。过去大纲啊，凡有五宗，刚刚讲，后面有讲五宗，现在就讲到了哪五宗？一律宗，二教宗，三禅宗啊，四叫密宗啊，第五叫做净土宗。所以律宗者就是佛的身啊，持律。那么就佛的身就是无限无量的庄严啊，所以持戒就是有庄严的威仪。所以这次诸位你看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次的佛山不一样？进去辽皇没有人出声，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出声，哎，你看这个就是佛的威仪，佛的威仪啊。以前呢，古时候一个大臣呢来到这个寺庙，一个寺庙里面，他走到一个丛林，大丛林里面，
这个大观很大，走到这个大丛林呢的时候，哎呀，他说这里啊怎么通通没有人呢、啊？怎么为什么我今天来了通通没有人呢、啊？啊，走走走走走走到一看吓一跳，有3000个比丘在过堂，没有发出一点声音。3000个比丘在过堂，骨瘦的丛林。这个大官呢、啊，像宰相那一类的大官呢、啊，他说这连一个人都没有，怎么那么近啊？他一看，哇，在堂3000个比丘在过堂，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个宰相看了，佛法没话讲了，这种威仪，对不对？哎，所以啊，你看啊，我们有讲了这个规矩，大家做模范，是不是？啊，下一次啊再来打佛山，你们就是第一批的毕业生，是不是？啊，毕业生，然后这个毕业生呢、啊，将来要不要考虑发一个证书啊？哎，证书对不对啊？证书有什么好处？证书这个，我参加佛山的，你给我看卖嘞，都给叠起来可以看卖嘞。好、哦，这哎拜不讲，发一个佛山呐、啊、哈，这是真的是有功夫的啊、哦。那么这一代为什么这一代在很严格？因为这一代很严格，以后他下一次来，无论我们几月份办。A 聊 B 聊 C 聊，那么你们就是标准的佛弟子，那跟他们大家同一个疗房，你就以身作则，不是以身作贼哟、哦，以身作则啊！你们是训练过的，高标准的，是100分的佛弟子，没话说的。所以这一批一定要非常的严格，就做模范生。以后睡在疗房，人家一开口你就。因为你知道不能说话，人的椅子拖得很大声，嗯，你就会瞪他一眼就知道这个桌子椅子不能、哎、所以这一代一定要标准，佛山才有未来，对不对、啊、不要说像伞兵部队一样的呢，对不对？海外山山先、来到这里一讲话的时候 含着这个饭呢、啊啊，还一直讲话，对不对？还可以看到米粒啊，啊，你讲食不语啊，吃饭的时候不讲话，是斋堂的规矩。你看，人家3000个大比丘在过堂，没有一点声音呢、啊。我们这次才60-70个人，啊，因此啊，大家记得要打一次100分的佛山，你有碰撞出。一点声音，自己扣分了，自己扣分了啊！那洗澡那个没办法的事情啊，洗澡时间又短了，水一开它就会有声音了、啊、哦，是那个洗澡是例外了啊。疗房呢、啊，斋堂呢、啊，大殿呢、啊，走路啦、啊，都是这样子威仪。那么这一代训练出来以后，那么第二代来，我们就会减轻负担。你们就是啊，这个。模范生，模范生，啊，这底下啊，那么这律教禅密境，律者就是佛身呢、啊，教者就是佛语，禅者就是佛心。佛之所以为佛，为此三法；佛之所以度生，也为此三法。众生果能依佛之律教禅。以修持，也就是众生的三业，转而为诸佛之三业。三业即作完，之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矣。又恐树叶障重啊，或者是不容易转，则用秃噜尼啊三密加持之力，那就是要持咒喽，以训陶之啊。若果裸之著名灵啊。所以说印光大师是引用古时候的古书啊，若果裸之著名灵，著就是著导啊，
简单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么这个细腰蜂抓住这个鸣铃的幼虫的青虫，拿到巢穴就念向我向我向我，七天以后就变成果裸。诸位，这一段是错的，引用错误。又恐根气啊或裂，未得解脱，而在一受身难免迷失，于是特开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一门，被若圣若凡同一现在往生西方，甚至速证无上菩提，凡则永处生死系缚，以其丈佛持力，故其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昔之立为教禅秘境之基础，就是你要学佛修习佛道，一定要持戒清净。若不延迟境界呢，则教禅秘境之真意得不到。所以在座诸位，我们来这里，身口意三业有没有清净？诸位，这不能讲话，口也一定清净。第二，每天的拜佛，那身一定清净，对不对？啊，在这里也不能你跟外界接触，在这里至少有口净啊，口业清净。哎，阿弥陀，阿弥陀，对不对？身每天都拜佛，那么意呢？观想佛，在这里。就是三业清净三天，你这辈子永生难忘，英文叫 perfect life， 很完美的，是不是？你在家里哪有办法？在家没有办法的啊，在家是根本就不可能啊！一下子闲来无事，电视一打开，那就看一下吧，看一下啊，看一下电视，它就是会这样子的啊。如修万丈高楼啊，地基不固啊，则未成即坏呀。尽为律教禅密之归宿啊，如百川万流啊，系归大海。以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法门也。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专谈净土缘起事理，其余诸大乘经衔接代说净土，而华严一经乃是如来初成正觉，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乘兴直谈一乘妙法，幕后的善财偏参善知识呢，于正起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普令善财及于法藏海众啊，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国，而观经下品下生忤逆十恶，具诸不善，临命终时第一相现，有善之事教于念佛，彼即受教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佛名，未满十生即见化佛受手，皆因往生。诸位，哪一个有这么便宜的呀？其他的宗派有这么便宜了生死的？没有的，其他的宗派没有断货就没得谈呢、啊。哎，这里呀、啊，没断货了，只要你临命中没有善乱，一心念佛就有机会。大吉经营呢、啊，末法意义人修行啊，汉尼得道，唯以念佛得度生死，是指念佛一法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若意若智通行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数，以及专仗佛力，故其利益殊胜，超越长途教道。系人为于法门呢、一门学道，就像一次上一高山，就像啊。一只蚂蚁啊，要爬上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圣母峰哦，七八千公尺哦。一只蚂蚁啊，要爬到了圣母峰，那你就知道那个有多困难。念佛往生不是了，念佛往生就像如风帆扬于顺水了，哎，一条船里面有帆，哎，风一吹，一下子就到了。可谓最善形容者矣。佛释迦弥陀于往劫中啊，发大誓愿呢、啊，度脱众生。一则世生秽土啊，以苦则福而发遣。这个要解释一下，一般呢、啊，书读的少的这一句根本看不懂。以苦则福，以苦则福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啊，是现在娑婆世界。
哎，以苦折福，就是让你啊生苦、老苦、病苦、食苦、爱别离苦、厌憎会苦、求不得苦，有种种的苦难，水灾啊、风灾啊、疾病啊、啊刀兵劫啊、战乱啊、贫穷啊，哎呀，这个实在苦不堪言，三餐不济啊，家徒四壁啊，朝不保夕，我像师父就是一辈子就是受苦啊，一辈子了、啊，啊，现在日子好一点了、啊，现在徒弟啊比较孝顺了、啊。有好的东西呀、啊，他会供养，那时候我就渐渐的改善了，改善了啊。这一苦折福了、就是让你知道折福你这一些啊迷茫，就是在苦中有种种的启发了，启发的意思，发遣，就是叫你要气会向进，发遣就是你这个娑婆世界。你要认清楚这个实在是苦啊，太苦了，生老病死啊，爱别离厌憎啊，求不得，我们请求阿躲堂啊，那了啊，一直安居净土啊，以静以乐摄受而均讨啊。在这诸位，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娑婆世界苦不堪言，阿弥陀示现在极乐世界安居净土，以静以乐摄受啊。为什么叫极乐？无有众苦，但受诸乐，那谁不去呢？对不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长这个天气就好了，天气稍微冷的，支气管不好的就一直咳嗽，天气太热的时候 又就一直冒汗，全身的酸臭味、啊、很糟糕，这个世间真的是很麻烦、大地震的时候死了那么多人、而且邪知邪见的又很多，因此啊，我们啊这一辈子、能够听闻到正法，又能够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如翻过来只知道说，哎呀，这个姨父啊也能念佛，遂至藐视净土，那么说这个是老太婆啊，老太公啊在这念的呢，这个姨父在念的呢，我们呢知识分子书读多了，不要念这个，错了。你如果认为啊这个阿伯阿公啊大家也能念法，这个没什么奇特事，也遂至藐视净土，因此啊怎么样轻视了净土。和为什么你不看看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善财童子在证得其与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教育法十大愿王，我们呢每天都在念的了哈，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圆满佛国，而且是以且以此普劝法藏海众乎，夫法藏海众无一凡夫二圣，法藏海众都是华严经讲的了，乃至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无明，同证法性，悉能成本愿轮，以无佛的世界现身作佛，又法藏海众我们具足名称就是华藏世界海了，它简称华藏海。华藏海中净土无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可知道往生极乐乃是出苦之玄门，成佛之捷径也。已故自古迄今，所有禅教律丛林，无不招募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说就是回想。回想此法之发起就回想一下净土法门的起源，这个发起实在是在华严的最后一个末会善财遍参之事了，到普贤菩萨所梦普贤威神加倍所正义普贤等以诸佛等是为等阶菩萨，普贤乃为称赞如来圣妙功德，劝进善财以及法藏海众同以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国，以法藏世界海众皆是十住十行十回地十地等劫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法身大士就是什么？就是大圣大圣人法身大士的意思就是大圣人以遍游尘刹佛国，其弥陀誓愿极乐净缘往生因果一一细之，所以故不须说。然华严会上皆无凡夫二圣，即与前位菩萨，那前是对实讲的啦。我们楞严经讲得很清楚了，
全教菩萨、全位菩萨啊，只是方便的，还不是进入实质菩萨呢啊。那么这里面通通没有凡夫，也没有二圣呢，也没有千位菩萨，通通是实质菩萨。所以虽大弘持法而凡小莫有秉承 啊没办法承受。秉承就是在下的人承受啊，那么师长的命令叫做秉承。那一方等啊，方等片十方平等法叫做方等会啊，方等啊就是五会里面的啦，方等会啦，会上啊，普为一切人天凡圣呢，是无量寿经发明弥陀往昔因行果德极乐净缘种种圣妙行人修正品味因果，此经乃是说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说时虽是在方等时啊，我们呢、就是 在这个天台 这个释教于释化法五十八教这方等时都讲得很清楚了，教义是属于华严，华严为具法身大事此经便是九界的圣凡啊。所以啊，要了解即华严论善属是特别的，况于是乎，假使是如来不开这个净土法门，这末法众生呢、无意能了生死者啊，没有一人啊，每次啊有一些愚痴的人卑劣自居不敢承担，也有一些啊有修行的人大圣自命，自命就是在我修大圣的呢，也不屑，不屑就是轻视，不屑休息。哎，净土法门那就是老太婆老阿公啊，年岁大的在念呢、哎，不屑休息。昔之无逆十恶之人，临终地向前呢、善有教育念佛，未满十生呢、梦佛接引的往生西方，以卑劣自居者，可以行其一。连那些地向前，佛都会来接引呢、你不要太自卑了。华严一经是妄语三藏这个不能念妄妄语三藏要妄语三藏就是三藏之王了，经王就是华严经呢。末后归宗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普劝善财以及法藏海众一次进行求生西方以及圆满福国，此之法门何敢示诸小圣，况善财以灯以正等觉海会系正法身彼以善求生，我何人是不屑修习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看底下小字的莲池大师曰：念佛求生西方乃是大福大德大智大慧大圣大贤的勾当勾当不是坏事，跟这些大德大福大智大慧大圣大贤的勾当是转娑婆成净土是不同小可的因缘看底下，岂但高速慢闯，怎么可以高速自己的慢闯，只是毁谤华严呢？起的高傲轻视净土法门，就等同毁谤华严经的意思了。如来圣教法门无量，虽以一法以菩提心修持，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以修而未证之前，大有难易极持难修的易修行的易成就的有极快速的也持就是很慢的之别，求其自缘自顿最简易气理气机即修即性三根普被立顿前收为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做人天凡圣正正之接近者，无如信念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两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念佛法门兼仗佛力，仗自力非凡惑断证，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愿真切，即可高登九品莲花。当今之人欲以现身了生死大事者，舍此一法则绝无希望矣。
悉知净土法门，法法圆通，如皓月立天呢、啊？啊，这个皓就是光明啊，哎，就是、啊、白夜，立天就是当空啊，穿穿巨现呢、啊。哎呀，我们这个明夜现前的时候，当空的时候，每一个河川呢、啊，每一条川呢、啊，通通会显现出来。这水银堕地啊，颗颗皆岩呢、啊。这个水银就是汞喽，它是一种银色的液体啊，它的比重相当的高喽啊，可以做气压计呢，像镜子啊，也是水银呐、啊、铺上去的，寒暑表等等，我们这啊是多能呢、啊。啊，寒暑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温度计咯，是不是啊？是水银堕地啊，堕地它会又会凝聚起来，一颗一颗很圆的，这颗颗皆圆呐、啊，不独以格物致知啊！啊，穷理尽性，即是有民治国安邦者，有大悲意。好，这个净土法门呢，不只是对这些啊身份地位很高的人。很有成就或学问很好官当的很大的人啊，或者是儒学啊，这格物致知啊，就是格就是出去，出去这个欲望，致良知，我们的良知就会显现出来啊。我们一般都是被这个物为物所累，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出去这个种种的欲啊，种种的物的，那么致良知，我们的良知就会显露出来。穷理尽性啊，绝世有名，这个有啊就是引导启发或者叫诱导，哎，绝世有名的这些 啊有能力的人，治国安邦者，有大裨益，裨益就是增益啊，增加的增啊，有大增益啊，就是一些下等的士农工商，以发展其事业，老幼男女以消灭其疾苦者，你想要快速的灭掉这个痛苦，无不随感而应啊！你念佛的人、念观世音菩萨的人、拜佛的人啊，到现在啊，感应啊，那可无量无边了、啊，不计其数了，无不随感而应啊，遂心满愿呐、啊！啊，遂心满愿呐、啊，遂就是达到他的心愿呐、啊，心满意足了啊！好，我们今天呢，时间到啊，时间到，那么等一下呢？啊，把课本收起来啊，课本收起来啊，我们来休息十分钟，让大家上上厕所，免得压力太大啊，快去就快回啊，遵守戒规，请大家不要出声，走路啊小心，记得100分哦。这一次的佛山是100分哦，有声音出现就要扣分哦啊，知道吧？轻轻的，轻轻的啊，好。90%几的人都受八关斋戒，可喜可贺啊！那明天呢，下午2点，师父呢再来送广钦老和尚开示录。